豆，甲骨文"豆"字是象形字，是古人盛放谷物和调味品的一种容器。下方类似高脚杯的是容器，上方的一横代表容器的盖子，中间的短横就是盛放的食品。豆字的本意不是指植物中的豆类。用来表示豆类的字是"菽”，后来"豆"字取代"菽"字，成为豆类的总称。独体字，Thank you.